我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很坚强的人，我着迷于那个看不着、也摸不着的远处世界，对周围的人不知冷热，也不会照顾人。而且我认为南征应该和我一样，只管往前走。 所以后来我们分开了，但是后来我也想改变我自己，不再去做一个只有坚强的人，也不再做一个只想着远处世界的人。再到后来，你和小飞就出现了，阿兄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 而且我真的觉得，我配不上你。你别这么说你自己。我觉得你特好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：人为什么要结婚？想跟他一起过一辈子。想跟他一起过。 一辈子，这得多大的决心，多深的情感，多大的勇气，才能做得到啊！阿翔，谢谢你和小飞给了我一个家。你是说，我们给你一个家，你要把自己交给我们？ 一个真正的家，除了小飞，我就是你最重要的人。爷，我怕我笨，会委屈了你，但是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把我们的日子过好。 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完全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小家，用心去呵护她。